适合你杜甫，牡丹适合春，有你也作人。老翁有穷作，老妇出门看。梨花一河落，芋提一河枯。听夫见地熟，三男入姓氏，一男富书记，二男新建树，准甲恰托星，素甲中意义，色中敬无人，唯有女下孙，有孙莫未苦，出入无冤君。若有力虽衰，请将你也归。急应何用意？有得必心摧。野久无生绝，如闻却有益。天明定见度，独有老翁别。意应，我来到边远僻静的石河村，歇伫一户人家厝。半暝时分，互一阵狗仔吠的声音吵醒，刷落去是粗鲁的海话声，乒乒乓乓的敲门声，规个村庄拢乱起来。哦，原来是官车带人来咧抓壮丁。老翁阿婆是惊甲六六喘，老翁今日披一领破褂，走到厝后搬八过一刀破墙，往村外走去避。忽然，砰一声，官车将门踢开，冲入来大声中喊：“恁家的大伯人呢？恁家就搁出一个壮丁，将人今日交出来。”老妇人人苦苦哀求讲：“官爷，我有三个囡仔，拢去当兵守夜城咯。最近一个囡仔写批倒来讲，伊的两个兄弟拢战死咯。唉，我担心伊的性命也难保全啦。官爷，可能我这个老太婆啊，厝内真实是无人咯。”这时，对房内传出一阵婴仔哭的声，官爷现对着老妇人人变面大声海塞讲：“你讲无人？这个娃娃号的囡仔对倒来？因老爸母呢？你敢欺骗官府啊？”一面话，一面拿皮鞭冲入去房内。老妇人人脆声惊嚎讲：“我的新妇失去了丈夫，带着压力吃你的小囝艰难度日，连一件穿的你出去的衫拢无，孤儿寡母要怎样过日子啊？你是在要怎样？就将我这个老太婆掠去赌小好了，我应随地你行。我虽老，加减嘛也有淡薄气力，添菜也会赶赴到军队兵营去甲士兵驻扎去等。天深迷暗，石河村静悄悄，我规暗拢无眠。耳仔边也流落老妇人人凄惨的哭出声。天扑扑光，我紧收拾衫裤，甲这家的老翁静静告别。这是一首叙事诗，是诗人在战乱的岁月，在石河村这个僻静的小村庄，亲眼看见的一部人间惨剧后写的。这首诗通过对有利亚族人的形象描绘，揭露统治阶级官吏的坏败，
反映兵荒马乱年代人民的苦难。全诗120个字，在惊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，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。诗人卡妙的通过思绪、思了情，发了议论。爱甲恨10分强烈，倾向性10分鲜明。